Hello, welcome back to Bell's Learning Corner。好，我记得我跟同学们说要帮你们整理 why。why 呢有三个声音，一个声音呢大部分都是出现基本的在前面，另外两个声音在字的后面。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这三个声音。第一个是基本音 why 呀。那我们之前学过 yoyo 啊、yellow 啊、yogurt 这边都是 y 的声音。再来呢，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学过长母音 i？这边 i 还有尾巴的 i 这个声音。好，那这一组呢就是长母音的 i、y、my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哦，I my，这之前我们学长母音的学时候学过 I fly sky try cry。好，刚刚是 I，那现在另外一个声音呢是 E，短音的 E，它跟这个 E 一样，好，一样是在字的尾巴。e，那先前的这个 e 的声音我们都学过，ink，igloo，in。好，那这个 e 是放在尾巴，happy，jelly，crazy，berry 都是 e，windy，lucky，copy。key 这个比较特别，ey，e key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三个 y 的音，y，i，and e。OK，thanks for watching. I'll see you next time. Bye bye.